卢台长你好。你好。好。老妈妈，你我1947年属猪。1947年属猪的。啊，属猪。我看我的脚，很久了。看你的脚是吧？啊，我脚我一身的病很久了。他说什么？就是脚不舒服是吧？啊？一生的病，我一生的病。啊，知道了，他要看一生的病。一生的病这么短时间怎么看？大概只能老妈妈大概帮你扫描一下，我帮你看看有谁在你身上搞你。老妈妈，你是不是先生已经过世了？啊？你先生是不是过世了？还在，还在，还在啊！嗯，那怎么会有个男的在你身边呢？他讲，哎呦，我听不清楚。啊，他说什么？一个男的。男的在。个子蛮高的，脸长的，这里有两块颧骨。忘记了。他说什么？个子很高。啊。在我身边呢、啊。像我又不懂，来谈。老妈妈，你知道吗？他经常让你头痛，晚上睡不好觉。啊。你现在腰痛，我刚刚给你看腰痛、头痛、嗯、眼睛花看不清楚，有一个耳朵非常的背，听不清楚。对。我再往下看，老妈妈，你的肠胃非常的不好。听得懂吗？你的腰椎，这根腰椎间盘突出，所以你站不直。嗯，对。我身上有没有灵气啊，台长？老妈妈，你身上有两个，你应该掉过两个以上的孩子。嗯啊。对，是，是。还要想一想，还要数一数。啊，我听没有。我听没有，你给我听。老妈妈，你要听台长的话，一个要问你要54张小房子，还有一个问你要38张小房子，啊、好吗？你要念，老妈妈，我告诉你。啊，你的右胳膊、肩膀酸痛，啊，对，手抬不起来，啊，对。老妈妈，你要泡脚，啊啊，你的脚要泡水，放一点酒，两个脚放在水桶里，2天泡一次，你慢慢的血脉就会活了，否则的话，对你的眼睛、对你的身体都不好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的心脏跳起来很微弱，明白了吗？啊。所以你的心啊，老觉得让你浑身无力。对。对对对。嗯。你能不能吃点丹参片？可以。嗯，好了。其实这个老妈妈，我帮你妈妈看看啊。帮你妈妈看看她还能活几年，但是我不会告诉她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她几年属什么的？47年属猪。我听还没得。现在几岁啊？现在70。70。啊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你好好的修心。你虽然浑身都是病，但是老妈妈，你的阳寿非常的长。你除了77岁有一个关过了之后，你都可以往9字方向跑，所以你会活得很长的。老妈妈，我讲一句话，你过去在农村有一个小的庙，里边好像有一个观音，也不知道是观地菩萨，一个庙，你从小去拜的，有没有？跟他讲啊，他耳朵听不见。
想去拜呀、啊。看见吗？所以一个人从小就拜佛，到了晚年他就会有回报，所以看见菩萨就要拜。所以台长希望所有的人，我们都要尊敬所有的啊，我们的佛法僧都要尊敬他们，有庙就要拜啊，有法师我们要尊敬他们，那么这样你就会有善报和回报。老妈妈恭喜你啦，我恭喜你呀、啊、我恭喜你呀、啊、谢谢师父。我告诉你，他的脑子好得不得了，他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他都很清楚，好的东西都不肯给人家的。你看他耳朵听不清楚，脑子可灵了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。好了，老妈妈还有什么问题要我帮助你吗？要。他还要。我为什么会一身？老妈妈呢？你两个腿啊，有一个腿不大好动，有一个腿啊不大好动，啊，台长帮你加持一下，你看一看啊，马上你的腿就热了，好吗？啊，好。因为我是感觉到我一身。好，你不要讲话，你现在不要讲话，我现在叫你小肚子这里腿都会发热。嗯，对。老妈妈热了吗？肚子有、嗯、把你的左腿抬一抬，抬起来，左那边，哎，好放下来，把你的右腿再抬一抬，好、嗯、老妈妈你是站不起来，但是台长说现在女儿扶着你，你可以站起来的，试试看呢、啊，叫他们边上的人，他女儿都不行，你们试试看啊，让他站一会儿，先不要动，不要让他走路，先站，好老妈妈，好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，好，非常好，好，看见吗？他女儿都说他站不起来的，好，坐下来吧，老妈妈啊，嗯，你给你妈妈每天念大悲咒49遍，好不好啊？好。给你妈妈念49遍之后，然后每天给她吃丹参片，我想她应该在8个月之后，人可以站起来走路，扶着墙，没问题的。谢谢吴台长。你看他脑子好不好啊？这个老妈妈脑子好得不得了，明白了吗？还有你的女儿啊，叫她不要老哭丧着脸呐、啊。你这个女儿一辈子啊，庸庸碌碌的，被老妈妈卡着的。师父，我是她的妹妹。你是她妹妹啊？妹妹跟姐姐怎么差这么多了？姐姐怎么这么老了？好了，现在热不热啊？老妈妈现在肚子上热不热啊？腿上热不热啊？肚子还没有刚才感觉到热啊。腿热不热啊？没有感觉到热嘞啊。他很厉害，他叫我再给他一点能量。好啦，现在有没有感觉啊？有。好啦，老妈妈你好好念经啊，好好的啊，向你妹妹学习，你看你妹妹这么年轻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好好念经。好啦，可以了。好，谢谢师父。好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卢台长。